安伦你好，我们知道你出演过很多的影视作品，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些角色，你还能认出他们吗？下面有几道题考考你，来看一下吧。很简单嘛，周生如故周生辰，请君的陆言，玉箫记的长忆，对吧？简单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本季嗨放派的最后一期，请从刚提到的三个角色中选择一个角色，并用他的说话语气来说出你对本季嗨放派的感受。说完了，都在心里。我刚每个角色都用了一遍，然后差不多一秒用了一个，都在心里了。虽然表面没展现出来，但心里都有。嗨放派最后一期再不看就没有了，锁定浙江卫视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